您好，打扰一下，我们这儿现在有一种服务是可以把手机放在存放在我们的手机袋，如果有什么重要信息或者电话，我们会提醒您一声。请问您愿意吗？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把这个放那。啊，谢谢。好好好，来。都把手机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寄存保管，大家伙就是全身心的融入到现在这个场合氛围之中，大家伙可以畅所欲言的沟通沟通，是吧？这是一个，再一个情况，手机呢也是一个很好一个保护，所以这种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。